我们现在开始测试啊。这个响呢，就代表有金属被采出来了。这个正下方是没有金属的。这边的话是把金属排出来，会带一点原材料出来，这个没关系，到时候你可以二次回收。金属很多啊，想一下的话最少有一颗被排出来。这里面是全是金属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挑选金属，就是说如果你不挑的话，就是还可以过一遍再过一遍，把好的原材料回收一点。我来找金属给您看，好吧。